让我许愿是吗？嗯。那我希望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啊？爸妈感情好不了是因为你，我的日子每天过得像在地狱一样也是因为你，咱家每天过得不像一个家更是因为你。不是让我许愿吗？那我希望我没有你这个哥哥。臭美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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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美生日快乐。什么呀？别睡了，我跟你说，比赛开始了，快！石峰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？没有啊，他给我打电话干嘛？加油加油！石峰，石峰，石峰，犯规了吧？没错啊，对啊，我哥是叫苗世芬啊。你哥？不是，你怎么也跟他一起瞎胡闹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还是不是我朋友了？你怎么跟他一伙啊？我怎么有点懵啊？哎，十秒。